业 4.0 是革命，我们也是革命啊。对啦，革我们自己的命没。因为图面真的很复杂，你画图很辛苦，我们现场做更累。这是我们公司第一次的超级精装修，从客厅的主墙到浴室镜柜，每处的完成都绝对到位。4.0 的意义在于满足客户的装修、交屋及入住。我们预售就全部完销了，不是为了卖鱼物，才去做装潢。因为这几位大师都设计得太精彩，客户都非常的难选，所以我们都戏称是大师 PK。金瑞哦，我们都是自己跟自己 PK 啦。